我的天哪，这有点太漂亮了，我本人没那么漂亮。是哎，是我啊，我们真的就是无痛整形。我托你，嗨，嗨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首尔街头，今天有两个特别来宾。过来过来。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저는小月思密达。Hello， 饼干人，给我放下他。朱雄思密达。我是小燕，大家好。要上频道感到非常焦虑。对啊。是烦人。你怎么烦？你怎么那么烦？你闪一边啊。李少成。阿贤是吧？水电工哈。有拍过蛮多的。哇，难怪我觉得你有点眼熟哎。人生的初体验，要到一个棚内，很多人，很赤裸。你是女主角之一吗？对。怎么有你在，我们片子就歪掉了。Go。嗨，我们到达了梨大。梨花女子大学。哇，不愧是。怎么有人敢这样讲自己啊？我们的初体验就是要拍证件照。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跑来韩国拍证件照。身为乌合之众的我们，当然也要试试看了。我们就是同流合污。预约的是哪一家呢 ？If Studio， 到底可以拍出多么 If 的照片？多么 If 这样 ？If we are beautiful。你不用，你姐姐漂亮。你是不是只会讲这一句？鲁娜，是男生叫。我没有办法愧对我自己的良心，我只能叫你阿朱嘛。我们到了，看这个门口，你不会知道 If Studio 在这里。从地铁一路走过来，看到这个地方下去就对了，是需要特别预约的，跟老板私预约，他才会让你来这边拍照。你都去不下去。体验准备好了吗？我好紧张，好兴奋。多兴奋？不好说。我想你是水电工，你应该很了解，越兴奋越好拍吧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不出来啊。要拍台湾的护照证件照，要露耳朵，不能露牙齿，眉毛一定要露出来，不能戴眼镜。你在哪？在哪里？我看。是吗？哦，所以差一秒就可以挑你脱衣服了。不可以哦，俺对。这边应有尽有哎。这是什么？这就不需要跟大家讲了啦。我们来演出时候，请给我一个捉奸在床的表情。Hello， 小燕，阿贤，我进来你要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跟我诚实说。天气太冷，要洗个鼻水。你将会被老板赶出去。你在干嘛？照镜子。不可以这样子。我们非常专业的摄影大哥，这个 studio 的老板，你现在紧张吗？还好，其实我是专业的，专业的水电工。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回到午间新闻，我是主播小燕。谁准你这样讲？很好心，给我们镜子。Yeah. So nervous. 嘴角在抖。你会拍得很像韩妹啊？韩妹很会。很会什么？韩妹。Little smile, please. And more smile. Smile. More. 有趣的老板。好甜美哦。我觉得要抖。Okay. Come on. 老板真的很厉害。老板太专业。He said you are good, professional, beautiful. 我觉得你非常的美。欸，为什么我们拍出来会是白的？这是什么妖术啊？因为我在施法啊。是人妖哎，老板会给我什么 ？Right. 他很会指引哎。Hey, hello. More. More. Angry eyes. 我都不能有爱笑的眼睛吗？才发现自己。你帅到我嘞，超像那个候选人的。去，广告明星嘞。来点可爱的。来，那就 something funny prostitute 在红灯区工作的样子吗？再来再来，都有哇！我喜欢这样子。水电工来。伸舌头。哇！老板，老板受不了了，拉不住你们。这次就要好好的评论老板，因为他要听懂你在讲什么。他来这边可以感受到他无比的热情。It's my turn. More for me. Hi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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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. Thank you. Thank you.辛苦分享，不要乱跟别人结婚好不好？好可，老板帮我招待你。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？你以为你真的是 AV 女优？AV 主播，我只能变女优啊。拍完照之后呢，就要在这边写上名字、email， 在这边拍一组非常棒的证件照，就是800块。三张椅子，让我们可以选照片。阿恒好可爱哦。好害羞哦。不好的都直接删掉。有笑丑。你这个女人实在是不可取。非常帅的阿恒，可爱的阿恒，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存在。那我是水电工阿恒。
我觉得很可爱哦。啊，这张好可爱。影片正在输出中哎。这叫照片。你是不是不会讲中文？好多脸太肥了，没有了吗？那么少。因为如果你要看全部的话，就有三万张。哎，那个左下方。你这么快就决定了？我希望他头发帮我弄。哇，变韩妹了。啊，这好可爱哦。你怎么都没有跟上？哈哈哈！李阳的毛片，既然这样讲，这边的眼袋好可怕哦。这不是卧蚕吗？如果那是卧蚕的话，为什么桃花运会这么烂？其实我觉得就他了。干嘛呢？你为什么要学别人讲话？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很没事？鞠躬道歉。啊，我鞠躬吗？可以。啊，可以。哎，这不太对。哎。啊！香蕉那个。老板跟我们约了一个时间，大概半小时，等下再回来看什么。啦，孔林一只鸡。我们来看看成果。好紧张，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？这谁 ？Oh my god！ 哇塞，哎、欸，阿贤，这不是水电工啦，很难哎。里面还有这么多张，这么多张，超值哎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你会变什么样子啊？我的天哪，这有点太漂亮了，我本人没那么漂亮。很正呢，好可口哦。噔噔噔噔噔，什么叫做跟自己谈恋爱的感觉？哇，也太帅了吧！这是谁？这是我啊。我们真的就是无痛整形。听说老板有给我们 bonus， 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哎，真的是差挺多。我不是他们两个的妈哦。韩妹变韩妈，就是一家亲的概念。你知道我之前拍驾照花200块，拍的跟鬼一样，地狱来的。我现在就是上天堂。他真的是很有诚意，他帮我弄的发量蛮丰盈的，到底的厉害。满不满意今天拍的？超满意，非常推这家，超厉害。Studio 藏在这边的地下室，老板是艺人工作室，记得来之前要先预约。物超所值，拜拜。